喜欢我吗？喜欢。
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。你也喝水吧。我也会一辈子对你好的。来了来了，奥利姆把老婆娶回来了。谁？不知道。咋回事？不知道。在哪碰到的？跟隔壁发现的。快，把人送到房子去。这个葱脑子坏掉的，把李牧结婚那么高兴的事情让这个傻子给搅和了。你从哪个地方来的？咋的？粮食让敌人劫了，边关危急，我得赶紧走。你是干啥的？我是给边关送粮的清兵，赶紧让我走，我得去舒乐府搬救兵。哎，那你的辫子呢？我怕匪徒认出我，剪掉了。你走不了。老鹰没有翅膀飞不了。你
你要么杀了我，要么放我走。我现在放你走，你就耽误大事了。你不放我走，才是耽误大事了呢。年轻人，我是个铁匠，大道理我说不出来，但是我知道边关是咱们大清的远墙，没有经过咱们的同意就翻墙进院子的人，他就是个贼。对贼只有一个办法。从这个地方到苏乐府500多公里，来回一个月。你现在路都走不动，咋样子去搬救兵呢？那咋办？大叔，再耽误下去，边关就断粮了。没有粮，边关就不攻自破了。破不了，粮食我们凑，行，牛娃举报。阿莲，你把镇子里面生枪立桩的都召集起来，给边关送粮。嗯，谢谢你。自家的事情不说外道话。大叔，谢谢你，我走了。路上注意一点，早去早回。知道了，大叔。路上小心。嗯。阿姨孤立。我走了，爹。咋了吗？天天热，他一天没喝水，实在不行了。要不我们歇会儿吧？不行，天黑之前一定到达水源地。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
发现了，给秦元素两个吃的。
啥地方？犄角江密接处，西坝粮食都不能放过去，饿死他们，让他们的边关不用死我，我们的大部队才能在此畅通无阻。 Thank you.
把你们拿石头给我交出来！我就是拿石头的。这咋了？是你派人给清明送粮的吗？是。咋了？不能送。不能送？为啥不能送？边关是我们的边关，守边关的是我们的人，我们的人没有粮吃了。 不送咱们呀？咋办？好办，饿死！那不行。我们外祖祖大人说了，只要你保证，以后再不给边关送粮，把粮食给我们，就封你个包克当的。当上了包克，你这一辈子就有。 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瓦祖佐这个人，我听说过，他是个贼。
贼的东西再好，都不能要。就是死了，也不会把粮食交给你们些贼的。十天之内，把你们所有的粮食送到黑山头。十天途上，见不到粮食。就把你们这些人全部杀光。咋样子的人？是个好人，是个好人，是个好人，是个善良的人，是个善良的人，是个善良的人，是个有福的人，是个有福的人，是个有福的人，是个真人的男人。
慢点嘛，飞枪咋了？哎，嫂子，杨娟。
龙骨水寒。死了这么多人，狼死畜生，
要把祸害人的畜生从家里赶出去，哪有不死人的？儿子，腿断了不怕，爹再给你一条腿，一条看不断的腿。粮食也被劫了？劫了。再送？再送？哪有那么多粮食？边关要粮，杀人如麻的把土着也要粮，从哪儿搞这么多粮食？都第八天了，时间也快到了，佤族捉的人就要来了，我们还是逃吧。这是我们的家，往哪儿逃？不逃咋办？有办法。啥办法？送粮。送给谁？边关的粮要送，佤族主要的也给。你睁着眼睛胡说，哪有那么多粮食呢？避开那些畜生。记住，哪怕是把命搭上，你们也要把粮食送到边关。记住。你也走，走，你走，你走。大哥，咱俩在一起打铁都几十年了，就像铁一样粘到一起了。你不走，我怎么走？
我要粮食呢。哎，粮食嘛，就在那儿呗。那个就是给你们准备的粮食吗？多少？对的呢，生果嘛，就是吃草的。粮食在哪儿？粮食在哪儿？啊！是给人吃的，草是给牲口吃的。粮食在哪？不知道。再问你一遍，粮食在哪？不知道。
带着女人去送粮。男人们，跟我走，走。你干啥去？你带他们，一定要把粮送到边关。是你带上我们去。你没听见吗？女人留下，男人走。你的腿咋能去？我少一条腿，我也是个男人，是个不能丢脸的男人。谁跑得快？我！你们去那边。你跟我走。
里木！Oh my God!